于我无限宜，虽然有点笨拙，可是我会用我的肩膀肩起你的天空，用我的双手保护你的世界。就只要你在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，就是我的归宿。直到我们有一天白头了，眼睛花了，可是我还是依旧的会守护着你，爱你一辈子。你许佳宇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带一点紧张以及不安，稍微还有时候会有点破音，不过呢，完全赢得了我们竹坤人还有美丽新娘的心，让那佳云也落下了感动的眼泪哦。那接下来是佳云要回应我们建议的时间了，那我们给我们的新娘鼓励的掌声好不好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美丽新娘子。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太忙了，我先看一下稿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变了，两个都动粉丝了，不好看。对。但是他们。任嘉瑜是一个非常感性、让你感动的女孩子。今天听到我们的新郎官如此真情告白，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哦。好。我想每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是想要找一个最疼爱自己的，那我想我找到了那个对的人，此刻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。那我会为你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携手走到最后。我希望到老的那一天，你会对我说，这一生有你真好。等一下我许佳云愿意成为你的妻子。哇，我真的是未来有你的地方就是家。同门呢，佳云呢，也会给同梦们建议，携手开创美好的家庭、婚姻生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邀请我们的新郎新娘继续面对面，因为呢，我们要来交换我们的结婚信物。那请我们的哥，你拿，我们接家为我们来递送我们的结婚戒指。戴上了这结婚戒指，也象征着戴上了彼此的承诺，彼此的誓约。也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。谁呀？戴上了戒指，象征着未来许给佳云一辈子的承诺。以及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开始，我们佳云也要为我们自己的下半辈子的幸福套牢。啊，真的很令人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悲伤的大事。戴上了这圆圆满满的戒指，象征着我们佳云未来会时时刻刻守护并支持的经营。那请我们正式成为我们的吴先生吴太太的两人，一起来秀出我们的结婚信物，跟我们在场所有嘉宾分享我们心中的喜悦。那当然呢，在今天属于我们吴先生吴太太的这一天，我们要以到香槟塔的方式来好好的纪念并且庆祝，也请我们的建议还有我们的嘉宾到我们香槟塔前，就直接光顾这个房子，就住这个饭店。在这邀请我们的新人一同为我们倒香槟。